图书馆是咱全民重要的文化记忆，咱吸收这万本图书的养分，一直向前行，甲国家图书馆做伙成长。为台北到台南300多公里的距离，今嘛透早日头光照在南台湾，咱就要伫遮开始新的每一天。这是咱的都市，一个科技甲生态、文化甲研究共生的都市。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会成为全国图书资讯专业发展基地，图书文献保存甲修复实验中心，图书馆服务创新用心中心，佮台湾儿童甲青少年文学资料中心。就亲像是大家厝边，是咱的图书博物馆，嘛是各地图书馆的资源中心；是咱的公园，嘛是咱的社区；是咱对台南这块土地特殊的情怀。国家图书馆台南分馆嘛，会当来选择伫这个迄落阮新营区嘛，真正来感谢着咱的中央的迄种迄个诶政策啦吼。在地所有的里长啦吼，啊，搁有阮的乡亲的毋忘之下吼，啊，终于来选择着这个所在，其实这是阮真正足欢喜的一件代志啦吼。国家图书馆落地在新营啊吼，我一定我听着真欢喜吼，这囡仔吼会只看册也好啦吼，啊，系较方便啊，啊，希望以后啊吼，会咱国家图书馆起好了后，会当讲全省的吼，会当来着咱这个新营这个国家图书馆啊。心情是无比的高兴啦，因为咱这要去这是算国家级的啦，是有那一个荣誉，啊，有那大家与有荣焉啦。国图馆跟我们里长，哦，需要什么配合的话，我都踊跃的参加。图书馆盖在这边，让我们觉得非常幸福，非常光荣。现在呢，我相信过未来几年，人家问我小孩子说：“你住哪里？”住新营。新营什么？哦，有国家图书馆的地方，我家就住在国家图书馆旁边。我相信对我们来讲，就是一个非常荣耀而且非常肯定的事情。那我知道这个国家级，它其实是会非常有那个艺术的气息啦，所以是相当乐观其成这件事。而且新营的话，应该是也需要很多这种事情来带动整个新营繁荣起来。来，我们的国家的图书馆奇德在那我们的新营区那边准备开分馆了，我们好期待啊！因为这图书馆是国家奇德，所以呢，一定是最专业的图书馆。对我们新住民来说，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我们新住民的书哎，可以在这间这么棒的图书馆看书啊，找资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国家图书馆哦。会当伫咧新营区来坐落在这边吼，就感觉真荣幸嘛，啊嘛真幸福个。伊即届咧设计时阵哦，是用小镇大图这种理念来咧做设计啦，所以伊设计的面吼都比较在地化，所以我感觉伊设计新营区啦吼，一定有新营区带来真大个好处。在这儿规划有国家级联合展总馆、特种文献库、全国数位资源中心、甲台湾出版产业博物馆，透过联合展总的方式，甲馆藏的资源做有效的集中管理，实现图书资源共享的理念。这个图书馆就是全民重要的文化记忆。国家图书馆见证咱的历史。陪咱行过几落十冬，有北部国家图书馆分馆做基础，南部分馆和图书馆的未来更加进步、更加生活化、更加趣味，照顾每一个无同年岁读者。不管时代安怎变化，图书馆拢亲像会当带咱盘山过岭、飞过大海。予咱个见识开阔，为北到南，阮着亲像一只马，用阮个热情，拼死要甲文化传承落去。
知识的大湖，就亲像千军万马。未来我们跟全世界做朋友，为台南站起，我们做南部囡仔知识的靠山，让咱台湾这座国家级的图书馆，成为知识的灯塔。